하여코! 打起来，你是大佐阁下的，给你全体突击。 秀才，小鬼子今天怎么这么客气？他那是等咱们靠近了才打。那咱们到底还打不打？打！听好了，冲！迫击炮准备。 好像是中村长的队伍，中村这个笨蛋。
大佐阁下愤怒了，他终于出击了。丘克，我们需不需要协助大佐阁下？不，大佐阁下不喜欢有人不听他的命令。我们只要在这里看戏就可以了。嗨！ 这小路一会儿可以绕出去。下一步呢？打算怎么办？闭嘴，跟着走就行了。报告，死了，死了。 杀气怎么着？感觉到了，怎么了？准备提前行动。好。